这是我刚买回家的榴莲，这个榴莲花了我140吧。然后最近流行拆盲盒，咱们也来拆一个，看一下能拆多少肉啊！大家拭目以待。哎呀，好难拆开呀！这是一个全新未开封的，看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费了我好大的力气，然后终于把它给敲开了一点点。看一下有几瓣肉啊，哇哇塞，哇这肉好大呀，一半，哇这又是两块，哇这两块肉真的好大，这边还有，哇这个榴莲真的相当的成功，这又是一块，而且特别肥，这还有一块小的，然后这还有一块，哇我感觉这是个榴莲啊，买的真的是太划算了，看这还有一半，全部都是满满登登的肉，看到了吗，吃一口啊，整体来说比较好的是一块小的，嗯，太好吃了，忘记带麦了。